笑作呆。哎呀呀，真不应该，各种角色真是精彩，好好欣赏人生百态。同样是人，有好有坏，你耍起抓来我满天乱盖，善事多做活得自在，是非总会明白，报应就在未来。是真奇怪，哎呀呀呀，真奇怪，一下好人一下作歹，哎呀呀，真不应该，各种角色真是精彩，好好欣赏人生百态。同样是人，有好有坏，你耍起诈来我满天乱盖，善事多做活得自在，是非总会明白，报应就在未来。孩子了，要乖要懂事，懂不懂？妈咪不是不喜欢你，妈咪现在生病在医院里啊，上次不是看到了吗？哦，可是蓝心阿姨，我知道妈咪已经好了，上次我偷偷去医院找她，医生说她已经好了。可是妈咪要上班赚钱啊，赚了钱好给小丁丁看病啊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妈咪。小丁丁，要准备一下喽。不要洗了。对，小丁丁最聪明、最乖了啊，最听话了。来，Nancy， 你怎么搞的嘛？我打了好多电话找你啊，你跑到哪去了？什么事啊？小丁丁嘛。哦，菲利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要对一个小孩子忽冷忽热的嘛。你以前这么疼他，你现在理都不理他了。大人的情绪不要影响到小孩子。我知道。好，那你快来医院一趟啊，小丁丁正在洗肾呢。洗肾呢？在哪家医院啊？你糊涂了，台大呀！好，我马上来。这个菲利的担子还真重啊。医生怎么说？你知道了，这种病是可以一直拖下去的。我们当初劝你不要给自己背个包袱，你不听，你自己住院又花了这么多的钱，看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。妈妈，我会想办法
我会想办法。坐吧。菲丽姐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爱慕虚荣的人，所以你的好意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拒绝。对你来说，也许它不算什么，可是对于我来讲，这个实在太贵重了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不会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等。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需要你帮忙。你说。你知道，我有一个儿子。我晓得，听我姐姐他们讲过，是你收养的。问题是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妈。哦，那你是希望我教你怎么样做个好母亲？对，虽然你也没有经验，可是你总是要结婚的，让我们一起练习练习。人家来求你，跟你去求人家完全不一样。你不晓得那些老板有多么的现实，我告诉你。那天好了，我到他们建筑公司去，他以为我是来求名，还是来缺钱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看，个性没了，这还不讲，钱又没赚到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女人呐，哎呀，哎。那你们男人家在外头的事，我哪知道？所以我告诉过你了。以后我的事儿你不要过问，懂不懂？我出去了。茂英，你又要去哪里了？哎，我总得找找我以前的班底啊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再要没进账啊，你我都得喝西北风了。姐，这么晚你还要出去啊？哎。还是当女人好，男人在外头做事真辛苦。嗯，就像菲丽姐那种女人也够累的了。哎，你又去跟菲丽和了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哎，柔柔啊，你要当心点啊，那个菲丽思想那么开放，搞不好给你弄个什么同性恋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应该不会的了。哎哎，起来起来来，快快！干什么了？投胎呀！可让你等到了。哎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来来，你看，算你小子走运。哎，查理王子都没那么好条件。你看，我现在走不了。你如果够意思的话，那你帮我保留一下。我是好说话，哎，我们带往那儿怎么办呢？那就算了。哎，那你以后可别怪我不替你办事哦。哼，我就知道我展凤红这种固执的脾气啊，一定会吃亏的。
喂，菲利亚，你一个人在家？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来跟你聊聊天，喝喝酒。哼，小猪，你还真不怕死哎！看我修理你。哎 ，Peter， 我找 Peter。Peter， 有人欺负我耶！你赶快回来嘛 ，Hurry！ 小组总冠军，他还有这个本事啊？奇怪，怎么没听佳佳提过呀？招牌要掉下来，扎了三个人，起码有两个人叫导演的。你看你呢，还没当上导演就让招牌给扎了，真是！哎呦，真是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天哪，我看这老天爷是注定不让你当导演了。哎，是哪家招牌呀？我说，我们得让人家赔呀，不能让人家白扎了，这要花多少医药费呀？哎呀，好了，老婆老婆，没被他打死都不做了了。对不起，哎呦，不擦也不行啊！这姐夫好一点了没有啊？你看看这手，起码得好几天才放得下来呢。我待会儿带他到跌打损伤那去看看吧。姐夫，我从菲利姐那儿拿了两卷录影带回来，都是你爱看的呀。他现在也只有看看录影带的份儿了。姐，啊，这个菲利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她呀，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兜得开的。什么事儿我们不敢做，他全都敢做。这学校一毕业更了不得了，什么三教九流的他全认得。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他还有什么没有进去？哎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！干嘛呀？哎呦，我最讨厌看这种东西了。神经神经！哎呦，我觉得这个菲利姐啊，她现在跟以前哦改变很多耶。也不喜欢交际了，以前的男朋友呢，他都拒绝跟他们来往了，每天只是带着小丁丁。他一心想做一个好母亲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啊，更像一个好父亲。哎，哎呀，我是看他被那一把火给烧糊涂了。哎呀！
不行啊，蓉蓉，蓉蓉，你不能再跟他非礼来往了，万一他对你……对我，你现在这种心情，男人追求你，你都不会接受的。可是你这是谈恋爱的年纪啊，你想想看，万一你把菲利对你的感情给拐了弯，那不就变成同性恋了吗？哎呦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！发生这种事儿，那会多可惜啊，多可惜哟、哦。一看到你，就有一种海枯石烂、至死不渝的感觉，一种生死与共的感情。菲利姐，你……我要你留下来，是要送你一样东西。觉得我们老板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嘛，你看像你住院住了这么久，什么也没有说啊。哎，像这么有人情味的外国人还是少见啊。可是啊，我就是不懂，你出了院为什么不去好好上班呢？再说这么好的待遇丢了不挺可惜的吗？我知道，就算老板还要我，我也不可能再去上班。我这种英文程度，迟早要穿帮的。穿帮？我最近玩物丧志。其实啊，任何人碰到你这种情形啊，心里都会有改变的。你以前常跟我说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再说，你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。可是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在躲避什么耶。躲避？我有什么好躲避？比方说你以前来往的那些朋友啊，像你现在钱转不过来，他们可以帮你啊。这些钱你付得出来吗？菲利啊，生活是很现实的，你一天都躲不掉。但是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把那些不愉快的都忘掉，重新开始。你不要忘了，小丁丁还得靠你呢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我先走了。找柔柔。柔柔啊，你的电话。谁呀？你哪位啊？我是菲利。菲利啊，柔柔，他出去了。
哎呦，我听他的口气是有点不对呀，幸亏你发现的早，你多恶心呢。奇怪，你出来，胡子贝，快出来啊！我看呢，我还真是把你当朋友，你一喊我就身不由己的来了。我问你了，这个菲利还要活多久呢？你是说你呀？对了，就是我了。那可不一定，这得看你了。那好，你现在就带我走。你是怎么回事嘛？我活不下去了嘛。你看看，你这儿这么多钱要付，儿子在医院，柔柔不理我，我又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，我简直没办法混了，叫我怎么活呢？来来来，来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来人往，紧紧张张，匆匆忙忙的，你知道他们为了什么？来，你再看这个，喊得挺热闹的，喊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要是卖不出去啊，明天他们一家五口还不知道吃什么呢。哎，你看这个，马上就3:30了，钱再不来啊，明天他就要宣告破产了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打扮的人模人样的，谁知道她老公还在牢里等她想办法呢？你看看，小展啊，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，可还得活下去。你算不错了，你不满意还可以换个人当当啊。哼，做人就是个麻烦。好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佳佳，你看，菲利要过生日了。哟，他过生日还发帖子啊？这分明是钱转不过来了嘛！明明是打秋风了。打秋风啊？哎呦，打秋风也要有条件哦。现在男人的钱呐，没那么容易掏出来。不过像菲利啊，可以。哦，合着你是说男人都吃他那一套啊？啊，不是了，我是说啊，这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这种男人呐、啊，才会吃他那一套。像我这么有灵性的男人呐、啊，免谈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待会儿你给他送份礼去。哎，好啊。你到书局去给我买一张生日卡寄给他，祝他生日快乐。啊？哎，不会这个礼金去啊？哎呦，我说你就快去吧，你早去早回，马上开饭了。四家里一天到晚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青春永驻，生日快乐。哼，秋风那么好打。冒饮家家同贺，家家还是那么会过日子。柔柔，我知道是你。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。
定要让他明白。爷，是你呀？我没事嘛，来串串门。你们家怎么没有人开门呢？哟，这800年没来过我们家一趟，怎么啦？是因为这阵子都是柔柔照顾我嘛，那我是特地来道谢，道谢。我说嘛，再怎么拐弯抹角的绕，还是绕在我们家柔柔的身上。啊，我说菲利呀，你有你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习惯，再怎么时髦呢，我们也没办法接受那一套。所以以后啊，请你不要再来麻烦我们家柔柔了，让她过几天安静的日子吧。佳佳，我跟你老实说，好了，我跟你说实话好了，我是展凤城小展。啊，佳佳，你说什么？得了吧你！谁不知道我们家柔柔对小展念念不忘，所以都冒充展凤城来接近他。我没想到你菲利你也来这一套啊！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上下铺，哎，你可道道地地是个母的。弄错了，我一点都没弄错。哼，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全明白，难怪人家都说你变了，你变了。原来嘛，见到我们家柔柔之后，就变成这一副不男不女的德性。瞧你那德性！佳佳，哎，啊，小柔，哎你，哎，小柔，这件事情，跟你一定可以讲清楚。你一直把我当朋友，你要听我，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，可是你不要害怕，你要知道，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你说嘛，我是展凤城，我是小展呐。人家有客人的，外面你是瞎眼睛没有看到啊？去招呼客人啊！哎，小姐，打死你都是这样！你声音这么小，你是当小偷啊？你声音不会大一点啊？哎，小姐，我在叫你呢，你好，怎么样？要点单什么东西啊？看这个，哦，我看一下。
我离的。你再看看吧。哎，塑胶的。那能当多少钱呢？250块钱啊，爱要不要，最高价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就算了。你算了就算了，你给我打死你！他算了，你要把他叫回来，我们再继续谈价钱呢。哎，小姐，这样开法，小姐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再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再看一看，啊。嗯，水晶的，你个头，腻了，你看着灯，当然是让我们看的，把人家搞坏了，那不是要赔人家了吗？小侯啊，哎，这还是真正钻石的，给人家抬高一点，10倍。哦，嗯，货真价实，不错，好货。2500块钱最高价啊，再谈价就不行了。你们是黑店来的，一会儿250，一会儿2500，嗯，不当了。嗯，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骨头硬，不吃你们这一套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这个人骨头硬，不吃你这一套，这几句话不是蒙了脸讲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果然是那年呐、啊，亲爱的爱妻，果然是你啊！是吗？是那年，我想你想了很久了。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，这是什么剧情啊？这是，你还要到哪里去啊？那年，谁是阿莲嘛、啊？我的太太啊，我的爱妻啊。那你太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不是我太太了，神经病啊！请问你叫贵姓芳名呢、啊？我姓斯，叫斯菲利。名字不相同，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呢、啊。怎么有那么像呢？实在是很像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的爱情故事讲完了没？我要走了。哎不，哎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我好容易看到和我太太长得一样的，亲生放过你，我就放不过自己了。来，到我房里去，我们彻夜长谈。我跟你到房里去干什么？我跟你到房里去干什么？所以讲你啊，不要跟我比力气，女人永远比不过男人的呀。来，我们走。到我房里来。讲到我们年事啊，世代腾腾都是开当铺的，我们供奉的神像就在这里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英勇神圣大地年君之真像，他教我们保佑我们如何的把当铺开好。怎么会是他呢？你坐下来，我看你神经有点问题。这个是个神像，我们是凡人，你怎么会认识呢？不可能的。自从我那年死掉之后，逝世之后，我的三个女儿腾腾嫁出去的嫁出去，做事的做事，我的大女儿年和婷，我的二女儿年玛丽，哎，我的三女儿年凤娇。好了，别胡扯了，年凤娇不是这个年呐。哎呀，你不要太计较，念法相同就好了。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啊，你干嘛还留我过夜啊？这样子最好了。三清，哈哈，你不是到我这边来是有什么事情的吗？当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、那你要当什么东西你告诉我，看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帮助的。要当这个啊，来，小侯、哎、我们这个给他当八、哎、当80000块钱。哈，疯了，我2000块买的，你当80000块钱？不是，我想为你付出一点，我心里也心甘的，好像是对我那年付出的呀。我当这个。啊，你不是当琵琶，啊，是这个。哎呀，这个我今天是头昏眼花，也看不出来是真假。好了，我们是当成真的，只要我能付出就好了。你要当几多钱？我也不知道这值多少钱，所以我现在急着用。那这样，你看能不能当个10-20万？是不够的，我自己到别墅凑合了。夏侯啊，哎，老板，我们收档，是80万。不，啊，80万。啊，你当我这么多钱，你不后悔啊？爱的真谛是牺牲，
爱的真谛不是占有，我会感觉到万分的幸福。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，时间空间都不能把我们隔离了。这不是见鬼了吗？不是见鬼了吗？男女，我永远的爱你，想你，爱你。变态，简直不是东西！一会儿对我们家柔柔阴阳怪气的，一会儿对我老公勾三搭四的。哎，就是嘛！你看他把我这样搂的，哦，我都快呼吸不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更不是玩意儿了，我从门缝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你往人家那里一贴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姐，哈喇子是什么？口水啊！哦，一副没见过女人的德行。他真的跟你提到展凤臣呢？就算他是展凤臣又怎么样呢？你能跟他结婚吗？哎，这个不一定哦，这个在英国两个女人就可以结婚哦。姐夫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嘛？哎，柔柔啊，姐姐说的没错吧？这种人我们不能再跟他来往了。你想想看，好心归好心，你是个大闺女，将来还要嫁人的，不能因为他惹的这一身伤啊。对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如果他再敢来惹你，我替你出去，你放心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我出去我应付。你存的是什么心呐？你逮到机会往他身上蹭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朱茂义，我警告你，你再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小心我给你剪掉。我已经把前面的伤都结清了，还有什么手术要做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刚跟苏小姐提起，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倒不是钱的问题。菲利，刚才医生说，小丁丁恐怕已经撑不下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必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的血型和体质要跟小丁丁一样的。你是说，要换肾？越快越好。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肾脏，已经快失去功能了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快躺下！我说，妈咪带我去吃冰淇淋，今天还要再吃冰淇淋。小丁丁，医生说过你不能随便乱动的。我不要躺下嘛，我不要躺下。哎，听话，今天外面好冷哦，要等出大太阳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吃冰淇淋啊，对不对？把你被被子盖好，不要着凉。妈咪，你骗骗我啊！医生是不是说我以后再也不能够出去玩了？谁讲？小丁丁会好的，妈咪没有骗过你吗？妈咪，小丁丁是不是会死掉？小丁丁不要死掉，我都那么小，他们就要我死掉。小丁丁会好的，嗯，妈咪会想办法，妈咪一定会想办法。你一定有办法，你非得想出办法来不可。哎呀，你对我吼也没有用啊，你逼我干什么呢？我惹了那么大娄子，还不知道大王怎么发落我呢。拜托，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嘛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欠我的。哎呀，人呐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由不得你。在我们那儿有个地方叫长生殿。这儿每一根蜡烛都代表一个生命。哎，你看这根，身强体壮，有的活了。
哎，你过来，你看这个，空竹残年，随时都会完。老，哎，嗯，小丁丁是哪根？小丁丁。这就是小丁丁，哎，先天不足，再加上又在这个风口，我看随时都会晚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哎，又是你啊，哈哈。坐下坐下。啊，我，哎，你是来找我的？坐对面。哦，哎，你先过去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好吧，要快点哦。哦，拜拜拜，哈哈。嗯，是关于柔柔的事。我跟你之间没什么，这事儿都说不清楚。我只希望你帮我一个忙。哎，我越看越觉得你像一个人呢。哎，拜托你把眼镜拿掉好不好？小展呢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我怕你听了回去睡不着。你为什么要装小展来吓唬我？这么说我老婆说的没错，你真的爱上柔柔了？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干嘛为了柔柔把自己给搞成这副德性？哎，你这样做，你不晓得有多少男人会失望的。好了，我只希望你回去告诉柔柔，去看看小丁丁，顺便告诉你老婆，请她放心，我不会再去麻烦她妹妹。啊，对了，佳佳是个好太太，我真搞不懂，这种地方有什么值得你着迷？这你就不晓得了，我一来这儿啊，我才感觉到我找到了自己。要是让佳佳知道了，你就没戏唱了。哎呀，人不知鬼不知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我告诉你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不要不信邪。睡吧，没有。哎，写日记啊？没办法呀，想要振作一点，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，只有把做学生时候那一套拿出来用啊，写日记啊，看你励志的书啊。哎，你对小展用情真的那么专呢？哎呀，我觉得。我唯一遗憾的，就是把小展介绍给你认识。只能说，我跟小展没有缘分了。你要是真能这么想也就好了。拜托你帮帮我的忙，把小展给忘了吧。
要不然呢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姐夫啊，嗯，其实你这个人呢，真的还不坏，嗯，就是有一点风流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祝茂颖，你告诉我呀，最近有没有什么风流的行为啊？啊？这佳佳，我就算我有这种风流的行为，也都是你惹出来的。你看看你那身材，哎呦，会叫人犯罪的。你少灌我米汤了，我这身材我还不晓得啊，比起那个菲力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呀刚刚还在跟柔柔提到菲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菲力啊，实在是最近我越看他好像越有点变态啊，咱们可得躲他远点。哦啊，不过这个柔柔啊，有个丁丁你知道吧？丁丁，嗯，他怎么了？情况好像很糟啊。现在就等一个好心的人了。其实这个孩子命已经不坏了，他碰到菲力，菲力对他比对亲生的还要疼。可是菲力现在可惨了，他又要筹钱，还要找个圈剩的人呢。柔柔，怎么最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嗯，菲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交友很广，其实真正的朋友根本没有几个。尤其他现在出了院以后，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哼，这些朋友啊反而疏远他了。除了慧胜之外，真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救小丁丁啊？医生说能够拖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。只要他懂得运用他的机智、气质，还有美貌。怕老婆的我不爱，哎呀呀呀我不爱，恶毒坏蛋我做不来，哎呀呀我做不来。天使天使敲门快开，别再叫我偷坐台。你想干什么？嗯？我只是诚心想跟你们交朋友。尤其是这一位小姐，是非都会明白，报应就在未来。怕老婆的我不爱，哎呀呀呀我不爱，恶徒坏蛋我做不来，哎呀呀我做不来。回去站好，以为我没看见呢。敲门快开，别再叫我我们房子行，走开，你别再叫我偷错台。别再叫我